这个大鹏魔王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太极八卦图。师傅，你们这么厉害，有你们在，我们也不怕欺胜了。我们一起前进去吧，直接闯下去就好了。不管是谁，也别想拦我，我一定要让这个有神仙的时代终结。你们几个终于被我碰上了。师傅，他肯定也是七圣里面的人吧？看样子来势汹汹，我们要小心。见到我猕猴大王还不束手就擒，是不是被吓得不敢动了？老猴子，你少说大话，我们这里三个人一定可以打赢你的。打赢我？那你们就试试吧。三个小朋友，你们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儿？什么嘛，一只老猴子就这么嚣张。淘淘，我们快跑吧，别再往后面看了，被猕猴王追上就麻烦了。你们两个别说了，前面有扇大门，我们快跑，躲进去。师傅，我们是来对付七圣的，老是被追着打也太差劲儿了。你们先去，我可要会会他。嘿，哎，尝尝我这颗桃子炮弹吧。九龙水火咒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猕猴王要赶上你们了。就差一点啊，吓死我了。这是一个迷宫啊。师傅，你猜我想怎么对付那只老猴子？那还用说吗？我们师徒已经好久没有捉迷藏了吧？喂喂，哪吒、淘淘，我刚才看见这里叫九曲静思殿，是雷音寺的和尚们边走边思考的地方，内部是迷宫的构造。我想啊，要是猕猴王追过来，我们可以……猪猪，我和师傅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对付猕猴王了，你不会是跟我和师傅不谋而合了吧？你们几个小毛孩，不要以为躲进去就万事大吉了，等我猕猴大王把门打开，你们谁也跑不了。等一会儿猕猴王攻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去假意跟他战斗，你们俩就躲在迷宫里，到时候我们伏击他。可是师傅，我们怎么知道猕猴王到哪里了呢？这可是迷宫，万一我们也迷路的话……刚才还没说完，你们俩看，这是我为了雷音寺做了几件东西，现在派上用场了。这个叫跟踪法宝，这个叫发射器，还有这个戴在耳朵上是用来联系的，叫做传音机。等会儿猕猴王进来，哪吒师傅假装上去跟他打架，淘淘，你就趁机会把这个发射器贴在猕猴王身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追踪器知道他的行踪了。师傅，你来分散猕猴王的注意力，剩下的我来搞定。你们俩快去躲起来。老猴子王，你终于进来了，快来抓我呀。你们少逞能，你们的大英雄孙悟空都差点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抓你们几个毛孩子简直是易如反掌。谁说我没有孙悟空厉害啊？那我就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来呀，老猴子，看你的脸已经和屁股一个颜色了。师傅真棒！老猴子王，砍枪！淘淘，要准备上了。看我的吧！哈哈，看谁敢小看本姑娘！要是毛毛王在，保证叫他也佩服。小声点，万一被猕猴王听到就惨了。猕猴王现在在哪儿？你们的位置怎么样啊？师傅，你现在在猕猴王的后面。
猪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师父怎么在猕猴王的后面？你说什么？后面？我怎么会在他后面？哪吒师父，淘淘他看反了，猕猴王大概在你身后两堵墙以外的位置，我们在猕猴王6点钟的位置。6点钟？什么是6点钟？看你往哪儿跑！现在猕猴王在你12点钟位置了。就是正对面了，师父小心！哪吒师父，我们现在转移到下一个岔口，那里是一会儿猕猴王的必经之路，你在前面转弯的地方埋伏好，等我们到了就前后夹击他。好，我进去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嘿嘿，还算什么？等他过来直接杀不就好了吗？等一下，猕猴王经过的时候，你在前，我们在后，我们用通讯机联络，同时出现，前后夹击他。哈哈，他一定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这么笨。有没有安排完呀？猕猴王要过来了。告诉淘淘，千万别。提前出来。看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先抓你，再抓他吗？啊！猪猪！就凭你们这种级别的小神仙，还想跟我猕猴王叫板？再见了，小朋友们。不行不行，我哪吒不能就这么被打败了。三头六臂金身，快快现身。可能是为了救我们，在受伤的情况下还强行变身，法力竭尽才这样的。师父，师父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快醒醒啊！猕猴王干得很好，我们两边各损失一个，我依然占上风。就算牺牲再多，这一次我也一定要把天空打成碎片。在哪？想起你们在。